何西阿书第九天。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何西阿书九章一到十七节，何西阿宣告审判。以色列啊，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，因为你行邪淫，离弃你的神，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，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，新酒也必缺乏，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，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，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，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，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，他们的祭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，凡吃的必被玷污，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，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。在大会的日子，到耶和华的节期，你们怎样行呢？看哪，他们逃避灾难，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，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，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藜，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，报应的时候来到。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，受灵感的是狂妄，皆因他们多多作孽，大怀怨恨。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，至于先知，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，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，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。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主说，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，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，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，专拜那可羞耻的，就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至于以法莲人，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，必不生产，不怀胎，不成孕，纵然养大儿女，我却必使他们丧子，甚至不留一个，我离弃他们，他们就有祸了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，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。耶和华，求你加给他们，加什么呢？要使他们胎坠乳干。耶和华说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，我在那里憎恶他们，因他们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，不再怜爱他们。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，以法莲受责罚，根本枯干，必不能结果，急或生产，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听从他，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。当神离弃我们，我们就有祸了。这一章圣经中，先知何西阿宣告以色列因自己一再地悖逆，却不肯回头，将落到一个何等可怕可悲的光景中。透过圣经的记载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以色列人为何会走到这步田地呢？经文说，以法莲深深地败坏，深深地败坏，不只是败坏，不只是有些败坏，而是深深地败坏。
可以想象，当神看到以色列人落到这样极糟糕的光景中时，天父的心何等忧伤。当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天父拣选他们，赐厚恩给他们，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进迦南，世世时代的拯救，王国时代的征战，一次一次帮助救拔，带领他们进入神的祝福。耶和华神如此费心地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他们却轻易地又把自己陷入黑暗、污秽、败坏之中，神的心何等忧伤啊！以法莲深深地败坏，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。基比亚的日子是怎样的光景呢？那段经文记载在士师记19-20章，那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段极淫乱、残暴、污秽到无法令人置信的记录。我们简直无法相信，这么恐怖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属神的子民中间。以色列人不是被分别为圣的吗？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呢？原来士师记19章一开头就表明问题出在哪里。经文说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当人不以神为王，不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掌权时，自己任意而为，一步一步偏离，终至可怕的地步。基督徒啊，求主今天也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，不要走当年以色列人的路，不要到基比亚的日子时才惊觉已经离神那么远了。天父上帝，求你恩待我，每一次渐渐偏离你时，就光照提醒我，让我始终活在你里面。导读神的话，诗篇80篇3节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向你。Amen。 主啊，使我们可以来哦，因着你，主，我们生命要被你来复兴。Amen。 主啊，我们生命因着你被你复兴，主，你的脸就发光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是的，我的生命因着你得到复兴，哦，使你的脸可以发光。Amen。 主啊，唯有你是叫我可以回转归向你的，我赞美你。Amen。 主耶稣，我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求主你使我们回转。Yeah。 主耶稣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复兴。Amen。 主耶稣，使你的脸发光。Amen。 愿你得所有的荣耀。Yeah。 愿你得所有的尊荣。Amen。 愿你的脸发光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你的救恩临到我们。Amen。 我们便要得救。Amen。 主，谢谢你的救恩大大的临到我们，我们便要得救。Amen。 主啊，哦，万国万民都要来被你得着。Amen。 主啊，你的脸就发光。Amen。 主啊，我们渴望看见这世代的荣耀真实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Amen。 是的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渴望看见这世代的荣耀要彰显。Amen。 我们渴望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来复兴。Amen。 哦，天父啊，唯有你可以叫我们回转归向你。Amen。 拿去我们的那个实心啊，哦，叫我们能够有肉心可以回转归向你。Amen。 是的，主耶稣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肉心能够回转归向你。谢谢。主耶稣，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顺服。嗯。主耶稣，学习俯伏谦卑在你面前。你来复兴我们，复兴你的子民。Yeah。 主耶稣，让我们因为你的恩典而得救。阿们。主，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而得救。主，因为我们可望看见你的脸发光。是。Amen。 谢谢 谢谢你。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